此刻从舷窗外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火，这是一份喜悦祥和，是一份稳稳的幸福。转入长期运营的中国空间站，今年春节由我们三个爷们儿值守，穿新衣，吃饺子，送祝福，这些年俗年味儿可一样也不少。相信此刻有很多人正跟我们一样坚守在各自岗位，这也是一种幸福。新时代新征程，有你有我也有他，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奋斗，心血和汗水，这必将汇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蓬勃力量。值此2023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，我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，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，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，新年快乐。Thank you.